来一个好玩的身份吗？这个可以，这个很强。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鹅，我有身份，我鹅，我没身份，可以，我就是一只鹅，可以，可以，动不动手，有刀吗？三、二、一，好 ，CD 到了，你是不是？等一下 ，Hello， 我可以加入你们吗？拍个身份，有没有身份？不，没有身份，鹅，鹅。包包也是鹅。我这个身份很低微，但是，我报了警。我在上面那个实验室左边那个地方，我从迷宫复活的，我在迷宫里面往上走，走到那个实验室上面以后，我就看到了一具尸体，不是公主的尸体，那就代表不是专业杀手杀的，就是一个刺客杀的。我没有其他信息，因为我就看这把是刚开局嘛。这把我就不信马老师你还在读 CD， 又是我杀的，不可能，放心，好吧，这轮我报警，我是报警人，听一下你们抱团信息过。我和马老师一出生就在一起，然后秀才哥是后过来的，就我报案鸡腿之前就我们三个在一起啊，没有别的信息过。我一开始是遇到了三三啊，然后我就跟着屁股后面跑得很快，然后后面他跑到了一堆人呐，我感觉不对劲，我不能在那么多人情况下在这待着，我就往上走了。这个时候就抱着鸡腿，我的线索这样过。刁德一发言，刁德一这把有身份，很硬，好吧？然后你大谋报的警，你点我不知道你点的什么啊，反正那个是没有任何逻辑，也没有任何理由的，对吧？我不踩任何人这一把，因为在我视角，我不踩任何人，我没有信息。但是包包和秀才跟我开局在一块儿。但我不排除他们两个里面没有狼，因为只死了一个啊！我不踩任何人，我也不信任何人，我只信我自己，全场身份最硬，好吧？所以说如果最硬的人归个票的话，我建议是过啊，都不投过。先发言，感谢全票给我打飞这个王大谋，因为刚开始我跟修可爱还有猪猪公主还有一个谁来着，应该后面来的珊珊听到了，就猪猪公主说她，我是加拿大鹅，我是加拿大鹅。猪猪公主死了，王大谋报的警，只有王大谋是那个狼。这个信息很重要，全票挂王大谋。这个信息很重要。杜大强应该也听见了，好像是杜大强吧？过。啊，没错，是我朱大强，完完全全听到他一直在说自己是加拿大鹅，而且以猪猪公主脱离咱们这个团队往上走的这个时间线来说，只有王大谋，全票出王大谋，刀完直接报警的啊，大谋过。是不是发言？同意他们发言啊，确实刚才我是和希望还有大强他们一起的，完全同意他们发言，票王大谋过。三三发言，在我看来王大谋一定是铁狼，然后呢马老师和小文他们两个的身份一定不是什么特别好的身份，马老师说他很硬，他想当警长，我不信啊，我觉得马老师就按照王大谋这个发言他不可能不踩的，他只说他身份硬，我觉得他是一个带刀的狼，好吧。然后小文这边一上来刚一路追着我，他平时好人他怎么敢一上来我跑他追着我，你知道吧，我觉得小文也有像中立的那个鹈鹕的感觉，我这边是有身份的好哥，好吧，祝王大谋下一轮我觉得就是小文和马老师要注意。马老师他说他硬，他有可能就是个鹅呀，鹅也很硬啊，对不对？三三你这什么发言，呆呆鸟啊，不敢苟同，我不苟同，秀才哥。朱大强你跟我走，你跟我走。哎，好，走走走走走，小文来我们一起啊，怎么说，注意，来来我们一起，如果有狼不敢动好吧，我觉得你来来来一起，行，有狼不敢动啊， OK， 如果我死了对吧，你们两个好身份就互踩吗？万一你是狼呢？我是狼我也不能刀啊，我也不能刀啊，我要是狼朱大强上来他死了还等到你过来吗？是不是个逻辑？没错吧，合理合理吧，好，来这个做任务的反应非常的真实啊，认下大强办个好，我这都路过了很多任务，办个好，办个好，你现在不用说任何东西，办个好，好吧，走，好，只认半个，
为什么看不到人？哎，小斌呢？他在干什么？小斌，你这什么意思啊？干什么，小斌？啊？我觉得马老师这样，小斌办个好吧，我是个铁好呀，我跟你走。好，这把是我碰到的尸体，反正包包可以为我作证，人一定不是我杀的。我看到了秀才哥的尸体，好吧。然后有嫌疑的是谁？是修可爱，应该是。还有一个是谁？刚才秀才跟我们这几个人在这个地方报了个团，然后我和包包往左走的时候，我就踩到这个尸体了。我和包包全程在一起，我能认他这一轮是好人，好吧？马老师，如果是个警长的情况下，修可爱是有大问题了。听修可爱的发言啊，不。嗯，我可以为珊珊证明，他是那个踩到了专业杀手杀的，因为我没有看到尸体，我可以保他。然后你们聊一下你们抱团的情况，有没有单走的？好吧，过。嗯，我们这边抱团的是马老师、大强，我们三个人抱团。然后刚刚马老师，你听我说，我刚是在那个雾洞里面，我看有没有尸体，我在乱逛，然后这个时候报警了啊，过。刁德一发言啊，刁德一这把跟你名字打，网红鹅。好，刁德一发言啊，刁德一这把跟你名字打，网红鹅。这把我告诉你，从开局第一局到西恩发言啊，马老师明显是被人拆死的。我觉得这波修开有很大的嫌疑，因为当时我们三个一起上去的，然后呢我们上去之后我在那儿做任务，然后他把那个秀才哥跟着修可爱走了。如果你们其他人抱团的话，应该就是修可爱了。不，好，我是跟着小温跟着刁德一一起走的。当时其实啊，认了我一个半个好人，但是小温是全好人的情况下，他去了右边的雾洞，然后说去找尸体去了。但如果一个好人他想单独去找尸体，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我现在只能说对小温现在存有疑虑。但是刚才西恩的发言我觉得逻辑有点混乱，我有点没听明白他到底要说什么，所以我也想听一下修可爱怎么解释一下刚才他在的所在位置和他要干的这些事情，然后再考量一下，好吧，过。修可爱，修可爱发言，这把为什么会怀疑我呢？第一局的时候我是跟西恩一起的，后面秀才哥来了啊。那第二把的时候我和西恩还有珊珊海波波一起的，但这明明是珊珊他踩到的尸体，我早就走了，那这就是珊珊他自己刀到的人然后直接爆的呀，为什么会是我呢？啊，根本就不是我，好吧，哇。马老师太硬了，马老师，对，马老师太硬了，对，这波硬度直接爆炸了。不是有刺客吗？怎么还敢聊身份啊？对，公主公主忘了，他开局忘了，他就说自己是那个加拿大。我跟王大，对呀、啊，是你杀。感谢杨艳阳的钻粉。他们猜出来了就很烦，口水啼呼，是个大呆逼啊！你信？哎呀！哦，我开饭了，因为我怕人死光了，我一个人都没看到，你知道吧？我觉得修可爱这边在我的视角里，他一定是个狼走的。然后呢，西恩这边我不确定他的身份，小温有点像，在我的视角，小温有点像个感谢 AGY， 因为他上一轮说他一个人在雾洞里面走，他也000的飞机，第一轮他也敢往我脸上来，你知道吧？可能想往自己身上脏一脏。包包我是真的，就我觉得这一轮这把硬不起来了，可以就是感谢 AGYO 的两个飞机吧，我是这样感觉的。西恩大强里边出一个，我比较倾向于出大强，因为西恩他上一把他强推他是。带节奏推了一手小可爱的，如果是他的狼队友的话，
他应该不会这样往出推吧。啊，我的建议是先出一手大强过。我觉得也可以，我跟包包，我跟票，虽然你觉得我像呆鸟，但是我这波我觉得确实可以票大强，因为我就是一个鹅啊。票过。先发言，在我这里，我们刚刚包包朱大强我是一起抱团走的，小温全程没见到人。小温和三三里面必有一个小丑，但是我觉得小温更像那个小丑，小温咱排除不管。如果愣要出一个，我觉得这波抱团三三如果是那个开饭的，他的嫌疑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不排除他是一个狼，主动去把那个开饭机会用了，对不对？然后呢包包说要出一个大强，我首先我上把我是推的修可爱啊，我是狼的话我不可能去推我的什么队友什么的，所以说这波我觉得应该出三三，在我的理解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嗯，过。好，朱大强发言，这一刀我可以扛，但是我是一个好人身份扛的这一刀。那我这把出生点出生了以后，我当然想什么，我要去找三三跟包包，因为你们两个对于我来说是铁好人身份，所以我是一直想跟你们两个抱团的，但是全程没有找到三三，所以我一直跟着包包。那至于小温是不是一个小丑身份，为什么先自爆了，我觉得很有可能，所以小温可以搁着不放。那如果这一刀让我扛，我扛下来了，那如果游戏没有结束，那下一刀你们必票西恩好吧，因为我重点的就是怀疑他，他一定是个狼。过。平票，狼是不能开饭的，对吧？三三不会这样养猪吧？狼可以开饭吗？OK 宝宝，我跟你说 B 是西恩，他怎么可能回头来踩我呀，你知道吧，他只能踩朱大强，他把小温当呆呆鸟玩，他怎么能踩我呀？我跟你说这 B 是西恩，狼可以吗？这样，你这样你听我说，你们三个去走，我自己去单走好吧，我走了你们就赶紧拍 OK。 你是什么玩意儿？你们不是怀疑西恩吗？我是这鹅，我鹅。你不是，那你死了，你我们怎么死了？我们咋知道你在哪？对呀，那你们三个就抱团走，安全呀。肯定两两走安全呀。就是给他机会杀一个嘛，然后。对，给他机会，给他。那我走吧，那我走了，我是个网红鸭，好吧，我走了。哦，那让他单走，他网红的嘛，让他单走。嗯，行，那我们就抱团做任务呗，我们一起做任务。哦，死了，看吧，死了。感谢小狮子的大文没了，没得聊了。嗯啊，好，那个咱们全票出心，感谢芜湖心理学天才的钻粉，我们是设了一个局，对吧？这个三三是个诱饵，就为了让西恩刀一手，然后刚才我踩到了三三的尸体，那就别无可能了。西恩，你已经中到我们的圈套，不要挣扎了，没有什么好说的了，直接投西恩走过。嗯，我们试了一个局，就是有一个加拿大鹅或者是一个网红鹅，他自己去单走，然后我们三个抱团做任务。然后这三三说：“那我走，我网红鹅。”他走出去没有两米呢，嘎，然后就那个，知道吧？先过。先，跟你说，你想办法打动一下我，我这一票随你啊，我过。小温先发言，小温，我觉得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看的女孩子，真的，你唱歌巨好听，我这一票必须挂你，因为我声音没有你好听，长得也没你好看，你知道吧？我知道你是一个呆呆鸟，感谢梁，但是我就想挂你身上，我希望那一票你能投在自己身上，不要被这个几个设我圈套的女人赢，我不服气，知道吧？我很不服气，希望你挂在自己身上过。西恩呐，为啥不用御姐一打西恩？狼可以开饭吗？
狼可以开饭吧？哎，狼不能开饭，不能开吗？可以吧？狼、好像可以吧？应该都我没吃过、可以吧？应该可以，可以应该可以有机会的话应该是可以吧。可以啊，丹丹鸟都可以开饭呢、OK。高不负，高不负。知道我又没有这两把没有体验感，这把我要认真了。认真了，认真了，认真了，认真了。马老师，我是全场身份最硬的牌。死硬最硬。小温，小温，准备一下。哎哎哎哎 ，OK。